来选吧。战士、牧师、猎人。是哦，对啊，可能有些沒有，所以应该是我是没版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的那个游戏的，竞技场战士、牧师猎人。大家可以去那个我聊天室，然后我会贴连结，然后大家可以再进那个连结，然后投票，右边一票呵呵。大家可以去这个我在聊天室贴连结咳咳，然后你进连结之后就会到这里来，然后就可以在这边投票。你要投什么？有哪些？战木列。然后这样就可以投到票了，然后就到这里看到这个页面。首先好久不见 ，FX5678。嗯，感觉其实也没有很多人在看。你再看一下，女友最大是这样吗？还是一票啊？好像就牧师啊。既然牧师这么多票，我会让你失望。牧师要怎么玩呢？几任务吧，控诉权有时候不会做什么事情。陪军抽吧，行控，那我之光超级强，可以考虑蓝塞，拿蓝塞好了，因为我们需要一些突发伤害，黑铁。然后你冷静一点，双狼或是心灵幻想，双狼好了，大家相信对面啊，黑铁二号，蜘蛛坦克很好。你刚说什么？你冷静一点。为什么？你刚刚非常的不冷静哟。那会怎样啊？那会很寒，神殿。很好啊，黑暗教徒是一个，也是一个三费的三次，而且还带一个很优质的死神哦。这里是痛跟死给我选。现在看起来，我们先拿一张痛啊，因为现在我们前期的牌有点不大够。嗯，我不是很想选心灵幻想，可再一个双龙感觉有点太慢了。雪人，嗯，我觉得应该选一张微型机甲，可是我是牧师，嗯，选张微型机甲好，嗯，微型机甲二号。暗影拳击手应该是飞刀手、啊。第二张费伦，还是我要选这一颗。第二张费伦好看能不能死应该要哪一张？因为你哪一张死的话，这个对面大怪你就可以用死给解掉，很赚的、啊。神圣星星是 L 一必拿。我是完全没有嘲讽，完全没有嘲讽。可以考虑日食的，
或是奥奇那，其实会比较想要选奥奇那，因为我们纳鲁之光其实可以跟奥奇那 combo， 选张圣光成绩好了，免得有些奇怪东西我们自己解不掉。飞天魔像，没什么抽牌，只剩下四张牌，可以考虑北郡，或是团队队长。先选北郡啊，还是要选不稳定的食尸鬼当做嘲讽用？选不稳定食尸鬼好，一点的群体伤害可能会有。可能会很有帮助。死就现在 meta， 我觉得选一张就好了，因为现在有点太快速。选大怪吧，我四费手下还蛮多。OK， 所以这一副的问题是不知道双狼会长多大，若六六的话就是非常好的状况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让霍德吉跟牧师不是很合，因为他血量偏少，然后加血的牌其实很少，就只有黑暗教徒而已。我神圣行星至少有两张，然后我们法伤其实有蛮多张，因为这两张这张，然后迷你法师都会加法伤，可是我们吃法伤呢只有三张牌吧。反正就圣光成骑跟两个神圣星星。其实奥奇奈之后的纳鲁之光搞不好会吃法伤，知道？会的，对，还蛮有趣的。那你现在会很佩服 Creep 那时候一次玩两个炉石吗？会。安杜因对上古瓦丹，在我身上就很佩服。你的灵魂属于我，你这一脚会带来胜利。嗯，对啊。我喜欢。那我呢？但喜欢。只要出的话，搞不好应该先出飞刀手。可对面是术士，所以他这轮不出东西，搞不好我就几乎是赢半了。因为微型机甲，然后费伦祝福之后，微型机甲基本上可以摧毁任何东西。当然他会出东西。这个也可以继续考虑微型机甲的可能。如果先出飞刀手的话，他一定会撞进我的飞刀手。OK， 黑暗炸弹，这倒是还好。哇，两个废人祝福都来了，这样其实有点稍微糟糕。哇，还有法术，他还有法术，可能是魂火。哇，两个嘲讽反应机器人。精灵龙，我可以用圣光成绩或治疗好了。可是废人祝福又跟精灵龙不搭。
死缠烂打、啊。你不能指定他、啊。哇哦，蛮扯的。是我可能学人吧，留着好了。对牧师而言，二十八滴血算是很够。其实有两个机械，所以说我可以选择圣光成体这个。因为这个也是极限。所以基本上刚如果不解掉那个一二变成三二的东西，他这回是这回合还是个三二。魂火，他应该要魂火。暗影剑，他会拿三只跟我换吗？看来是不会。OK， 纳鲁之光，以向光之名，为了部落。他现在理论上开始跟我换怪，他现在不跟我换怪的话，哇，第三个凡人机器人，你知道我，你真的我就要等我神圣星星了，这个不错吧？为了部落，面对圣光吧。烧完之后，他剩一点攻击，他剩两点攻击，所以常常还有三点伤害，所以我应该治疗他或者是他。治疗他的话，他没有办法换我。理论上。为什么不点名字？像我的选择其实还蛮有趣的，该不会输了吧？超瞎，神圣星星，你会来吗？我在飞呀，剩一滴啊。哎，我一次尝试的机会。冰河草蛇山啊。OK。撞进去，长青。可以多做一点伤害。然后这样可以再多抽一张。基本上我一定要撞进去，然后不一定要出这一张。我觉得还是出好了。你不能拿着我的蜡烛。完工了。靠！
他用小鬼爆破打出最高的伤害，然后他再连续两个冲锋怪。早一轮来的话，我就赢了。安度因，对上，真的。这是你自找。冰魂，圣光会带来胜利。我已经看出来废人祝福有点卡，然后神圣星星关键时候非常非常需要它。这样有点太悲观，因为这样就等于说我假设我 T2 一定是用钱币出蜘蛛坦克， T3 出废轮在蜘蛛坦克上，可是这样也有问题，就是感觉不应该留神圣星星，因为我 T3 出蜘蛛坦克，对面可能会用各种方法把蜘蛛坦克解掉，比如说这个那个叫什么烈焰火炮之类的，怎么又都回来了？这两张牌如果是对面是快攻的话，基本上都会用大刀。我靠，什么鬼啦？好，你们看他会不会有烈焰火炮？他很可能会有烈焰火炮。什么鬼啊？没有烈焰火炮也应该有寒冰剑了。为了十字军，五八。一二三四，一二，他要换的话，我还是GG啊。而且这样之后，我等一下先清这个好了，清这个的话，这一点攻击就不会打到他身上。不过他这里还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加英雄能力的话，他只要做的对，还是清得掉。可以烈焰火炮。如同我之前所说的，反正他大概还是会继续打我脸啊，不大可能会理我的这一只，我猜啊，除非他有一个一一冲锋之类的，或是有寒冰剑之类的法术。哦，理我欸。Okay. 至少我们这一轮有神圣星星，虽然我们血量也是低的可以耶。等一下有两件事可以做。这种不大公平感觉啊，这可能会被火球掉啊，或者被变羊，而且我没有办法拖到第十轮再来处理那个凯恩血体，更多镜像。这样对吗？跟你玩就好啊，拥抱虚空。这样坏处是我不能治疗，烦啊！
既然是要这样做，也是最保险。因为这样我会少两点伤害到我脸上，因为他如果打我的手下的话，这点伤害就只有两点伤害会到，他一定会造成两点伤害到我脸上，所以。下一个问题就是，我要治疗他还是治疗我？有练的话就打自己去，所以就现在是治疗自己吧。治疗他的话，他需要用两只来换，他可能会全部打到脸。这边是六，差九。被霸凌中。炸弹快递。飞天鸡鸡。啊？飞天鸡鸡。那是什么？有驾驶的飞天魔像。烦呢、欸！真是啊！我要一个嘲讽出来才有救。完工了，你打败我了。我的日行者嘞，还是我没有日行者，我没有日行者。奇怪，我放弃日行者选了奥奇娜。真希望我拥有的是奉献而不是神圣行星啊！应该不会到第五轮才做 AOE， 有点太痛苦。烦呢、欸！而且这两局对面都是后手，然后我都没有一个好的一费手下来惩罚他们做后手。从头被霸凌到尾。对上，真的。这是你自找的。圣光会带来胜利。我先手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这样对我！你要戴耳机？完工了！真的会听到，我之前有听到。谢谢你。又第一轮用钱币，刚好处理我无法处理的手下，我还痛掉。莫名其妙。他大概有练火爆或者是很敏捷，他如果还有巫师的学徒的话，感觉就 GG 了。他为什么不第一轮出？哦，他没有，太棒了。
追。你不能拿着我的大球啊！等下出飞天鸡鸡，或者是黑铁加上英雄能力。现在英雄能力很好，我应该算是占蛮大优势。虽然一个烈焰风暴，一切也是化为乌有。该怎么做呢？这里的问题是，我要不要出更多手下？烈焰我可以出黑铁，可是这样有烈焰的话，黑铁就会死去了。你的魔法无法拯救你，也同时超扯的。欸，现在我一定要出牌，因为他可以换我这只，然后我如果没有多一个手下的话，他就可以直接很爽换这只了。不一定。不要机械，不要哥布林轰炸法师，拜托。厄洛格祖尔。基本上这只会被牺牲掉，纯粹让它多一点血。啊，牺牲也是。这是镜像，镜像。OK。不是镜像体。OK。
怪一堆。啊，玩不了啦，这是复制啊。对对。怎么玩呢、啊？我想想看，我想想看。超扯！可基本上拿到什么东西我都会输啊。嗯。我有一天会跟你一样。除了神抽，要神抽什么？神是星星的。这完全真一点机会都没有。刚如果打他脸，搞不好，搞这样子也会差，让我差一点这样。自己弱钱。所以我现在神抽神圣星星。这样我也要处理那个的问题。那个四个人手下的问题。没有机会。好扯。超扯，零三出场，不会玩，我不是很会玩牧师啊，我不确定是我人品问题，还是这个我个人不会玩牧师，觉得牧师还是很弱哎、欸。应该需要按狂浪之类的牌吧，或者是缩小射线，一些新牌，让牧师变强的牌。费伦是也不错，可是场上根本没有生物活下来，对面是一个变态一般的人。然后费伦之后他的牌是比我大，然后大牌又抽不到，应该说我也没什么大牌，可是我前面还是输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太奇怪了，还是你玩牧师就只能期望对面没有大怪。